不用。哎，拜拜，还没，哎，你太猴急了，这位小姐。而且 A 出来就赶快摸。OK， 好，臭什么摸？我跟你说，你先带他去那个二号那里，二号，哦，四号，我讲错，四号，从四号那边摸。接下来是我们的亲，啊，那这个角度要瞧好哦，吼。角度要瞧，曹大哥给他角度瞧好。他怎么那么急啊？他很急啊。OK， 好。然后他戏里面也是个很急的女孩子。好，好，来，这样子好。侧面，好，这样子摸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开始摸。开始摸。不是，你现在是叫摸哪里？哦，随便的。他正前方在这里啊。好，摸，好，这样。啊，对，开始摸了。这样看得到吗？哦，这样吗？对，我没有错。而且你知道曹大哥有多个，那个陈志祥里面的啊，鬼要摘的是在摸陈志祥啊。陈志祥你站前面一点，请原谅我。换个位置，换人，二号来，四号去。看不到感觉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摸了，请享用。怎么那么嗨啊？他怎么那么嗨啊？对啊，请享用就嗨嘞。对，他就摸了。他如果真的要吃，他不就疯了？对啊，疯了。你不要讲话。他为什么讲话？请原谅我们这几个人算是老实，这些人千万你讲什么话？我又要换人，我没人换了啦。再换一个。再换一个，那个五号线，你不是你没有办法摸，因为每个人都在讲话。对，好，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好来，可以摸，好摸，小虾吗？等一下，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觉得是小虾？衣服，对，是，因为他会摆这种奇怪的动作啊。他刚有摆什么？你再摸一次，你确定一下？确定吗？这是什么？你确定一下？你摸了什么东西啊？在摸什么东西啊？不要再说他是小虾了，小虾不会有这种。他不可以摸头发。我们其实从头到尾就叫你摸身体，没有叫你摸头。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可以。所以你猜，你觉得第一个是谁？现在第一个吗？这个。刚刚你有摸到一个。刚刚的第一个。我第一个摸的。是谁？那个 boss 有讲啊，志强啊。所以你把从头到尾真的都记住，我们以为你会忘记。OK， 好，那你最后摸的这一个，现在这个吗？还要再摸一次？往下一点。要一个吗？其实他算厉害，我给他掌声鼓励好不好？好，你眼睛可以拿掉。没有，因为他刚刚已经看到他的衣服。如果他衣服调换一下，他就不会摸不出来了。衣服要调换，对。其实摸胸肌啊，只摸胸部，对胸部，对，规定只摸胸部。不会，因为他是算聪明。我们接下来看这两个人，好，剩下两个人要出来摸，对。好，谢谢林森林，谢谢。接下来这位呢，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个女王，大家回座位。